请上我们加油队的第一组萌宝家庭，掌声有请。分别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费鸿文的妈妈，我叫姜薇。大家好，我是费鸿文的爸爸，我叫费维勇。怎么了？一上来之后感觉好像浑身痒痒一样，不停的挠，不停的动啊。是因为他比较兴奋。比较兴奋。嗯，很活跃。听说今天是个大日子是吧？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。哎呀，当老公的，当老爸的，此时此刻要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老爸来之前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对吧？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在全国人的面前向老婆祝以生日的祝福，来吧，老婆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哎呦，我觉得老婆已经感动得快要哭了，你看没有？今天妈妈过生日，你要送一份生日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怎么意思？没准备好是吧？没关系，一会儿爬到终点，礼物就有了。我听说他们家宝宝啊，这个小名很有特点，是吧？什么小名？小名叫臭宝。臭宝。在我们小区里面，所有的人见到他都叫他小臭宝。为什么叫臭宝呢？因为他小时候拉屎比较臭。好吧，臭宝啊，今天希望你能够完成妈妈的心愿啊，第一份生日礼物就靠你了。好，你别老你扭来扭去的，你跟我好好说话行不行？好不好？生日礼物给妈妈的啊。好的。你点头了啊。好的。哦 ，OK。我要去了。没问题，来，有请我们的萌宝臭宝，请坐。OK， 我们的臭宝不是臭宝的老爸站在我们的惩罚区，老妈站在终点就位。臭宝，请听口令 ，3, 2, 1, go！ OK， 来看一下臭宝，臭宝，臭宝，小臭宝，小臭宝，臭宝。好的，嗨，宝贝，臭宝，臭宝，臭宝。臭宝终于找对了方向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哦哟，小伙子，加油！加油，胳膊相当有力，对，臭宝加油，臭宝加油，好的，来到了第二关，我觉得今天的节日好像短了一截，臭宝，臭宝加油，哇，臭宝完全没有被玩具吸引，这个很罕见的，加油，加油，好快啊，高科技净水机，2000元，来呀，哎，臭宝来，快来，妈妈，我觉得他应该叫奶宝，你看妈妈拿着各种各样的奶制品呢，好，最后几步。最后几步，臭宝能不能为老妈送上他人生的第一个生日礼物呢？小伙子13岁就能送13岁就能送生日礼物了，太厉害了！来，宝贝儿，让他自己双手碰线啊！来，臭宝，最后两步，恭喜臭宝挑战成功！哇！他的胳膊好有劲儿啊！你是有做一些什么辅助的训练吗？之前每个星期游泳一次。每个星期什么游泳一次？游泳？13个月会游泳？对。我都30了还不会游泳，太可怕了！恭喜我们的臭宝为老妈送上第一份生日礼物，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，恭喜臭宝一家！有请我们的萌宝张千一一家，有请。有请。呀，小伙子好帅。好。这是我们的张千一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这个造型跟老爸是亲子装哦。是的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千一的妈妈，我叫王冉。大家好，我是千一的爸爸，我叫张力，千一的小名叫豆豆。豆豆，豆豆又是因为千一出生那天是农历2月2号，一般在民间有2月2龙抬头吃豆豆，哎，吃糖豆，所以说我们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做豆豆。豆豆，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能问一下吗？我们都是在高校工作。高校老师，对，开玩笑，所以宝贝书香门第嘛，从是不是一出生，甚至是在这个怀孕期间，就会有一些完整的规划，有一些早教啊，比如说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对宝宝早教的原则是分阶段提前干预，因为宝宝的变化发展，分阶段提前干预，这个好深哦，我解释一下，因为宝宝的变化发展呢非常的迅速，所以我们要针对他每个阶段不同的特性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。而且呢，就是对他的训练内容要放在他的月龄发展之前，要略微超前一点。而且我感觉对宝宝的训练啊，不管什么阶段，有两个训练一定要坚持，一个是对宝宝要多说话，要用丰富的成人语言对宝宝说话，不要说耳语，比如汽车不说滴滴，吃饭不要说吃饭饭，这样不利于宝宝语言的发展。而且还要培养宝宝的专注力，就是我们同时不会给他两个以上的玩具，不分散他的注意力。我觉得真的是有心得。但是
妈妈，我们这个现场的玩具何止两个啊？今天是20个吧？怎么办？但是老妈已经提前给他有过一些辅导了，叫专注，要专注。他这个多少个月了？今天是整整11个月，所以他的爬行应该 OK 吗？可能不愿意爬行了，因为他已经学会走路了。11个月就会走了吗？非常快，还要托下有好 baby 的福。怎么就托我们的福了呢？你说吧，老爸来说哈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感觉加油好 baby 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节目，因为上一次我们来参加海选的时候，导演问我对他有什么寄语，我说希望我们参加完这个节目，我们的宝宝能够学会走路，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他就会走路了。天哪，我们的节目还有这个疗效吗？太灵验了吧。那时候才10个月，所以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现场录制呢，我们对宝宝的寄语就是希望参加完这次节目以后，今天晚上回去咱们就能说话，好不好？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，但是有梦想是好的。接下来我们先完成第一个梦想，就是先完成拿到空调的梦想。来，我们的萌宝张千一，请准备。好的，我们的萌宝张千一已经准备就绪，请听口令 ：3、2、1，Go！来，宝宝加油！这里，宝宝来来来，千一来这里，快来，来，这一球看到我们了吗？准备，千一来这里，来来来，宝宝，这个是哎，豆豆，加油加油，神奇豆豆，来跑步吧，来，跑过来，跑过来，豆豆跑过来，这里，爸爸在这里，来看我这边，哎，加油加油，豆豆面带微笑开始了比赛的征程。这边这边这边去哪儿了？动画片啊！这边这边来，来跑过来跑过来跑过来，豆豆，不能站起来哦！爬过来爬过来，宝贝，站起来是要犯规的。豆豆这个姿势，这个姿势非常的这个可爱。加油！豆豆这个不算，豆豆这个。好，这关过不了了。豆豆虽然说是来了三关，哎，你还要站起来吗？哎呀，站不了了。看来我可辛苦了。来，跑过来吧，宝贝。豆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赛车，赛车，赛车，玩不玩？赛车。跑过来吧，跟着车跑过来。时间有限，最后10秒倒计时：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遗憾，挑战失败。我们 A 组不知道怎么样，好吗？好，有请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，掌声有请。有请，欢迎欢迎欢迎。胖嘟嘟的，好耶！恭喜发财。Hello， 来分别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华硕的父亲，我叫杨文元。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华硕的妈妈，我叫汤梅。听说妈妈对宝宝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亏欠，是吗？哎，是的。这个怎么说呀？因为当时，我是准备顺产的嘛，然后结果最后一周的时候到医院去检查，然后医生说我这种情况必须得剖腹。哦。对，然后剖腹之后，然后本来想给他喂母乳的。结果宝宝一生下来，因为肺部有点感染，就送到那个新生儿病房去了，然后就没来得及喝上母乳，然后月子里面喝的都是牛奶，一直喝牛奶，然后作为妈妈吧，就觉得比较亏欠他。哦，哎，宝宝现在身体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现在还可以。现在因为目前嘛，意思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他嘛。那老爸干什么呢？对啊，你每天负责什么工作？我呢，主要是在酒店上班，时间太长了，是这样。工作很辛苦。工作非常辛苦。所以今天也是请假来陪儿子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个机会很难得。说不定今天来了还坑爹了。也不一定。宝宝今天不能坑爹啊！宝贝笑了。加油，杨华硕，你过去了，老爸就不用洗澡；你过不去，今天老爸你就来着了哈。自带沐浴液和洗发水，好吗？来，接下来我们的萌宝，请准备。好的，我们的萌宝杨华硕已经准备就绪，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台，老妈已在终点就位。杨华硕小朋友，请听口令 ：3、2、1，Go！ 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宝贝，开心的小宝贝，这个宝贝特别喜欢笑。杨华硕，大妈妈加油！咦，妈妈在这儿啊。
这个小朋友从他的笑容看得出来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外向的小朋友。杨华硕，妈妈在这边。杨华硕，来，妈妈给你鸡蛋吃，好不好？鸡蛋，鸡蛋，要鸡蛋吃。哦，好，过来了，鸡蛋。不能走，犯规了，犯规，犯规。杨华硕，趴下，杨华硕，趴下来。走路超过五秒，就算犯规。快趴下，趴下，哦，趴下，哎，得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。好，我们倒计时了，要倒计时了，趴下，不能走路。倒计时五秒钟，五，杨华硕，四，趴下。非常遗憾，我们只能送给杨华硕小朋友小贝珍一薄到底纸尿裤的大礼包。好的，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，掌声有请。恐龙一家啊，这是。对，不走寻常路，从这边过来了。太可爱了，分别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杨文宇的父亲杨启明。Hello， 我是杨文宇的妈妈，我叫江雪。今天为什么要穿成这样？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啊？对啊。今天我们全家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。哦，这个但凡是看过《爱情公寓4》的都知道哈。还有故事情节的。他在参与吗？他在参与吗？OK， 好，谢谢。这个是《爱情公寓》里面那个关谷和悠悠的一段非常对放松操啊。啊，宝贝儿，好，这个帽子可以摘了，都看不见你的脸。热死我们了。对，我听说好像家里面有一个遗传，就是眉毛都特别的浓密。你看宝贝儿的眉毛跟小心似的哈。这个俗话说浓眉大眼嘛。浓眉大眼啊。还有照片为证啊，我们来看看照片，对比一下。这个毫无疑问是妈妈嘛，对不对？啊啊啊！不是啊，莫非是爸爸？啊！你这么娘？你不管什么呀？不不，你小的时候这么……这为什么要穿成这样，戴这个帽子啊？这是妈妈，这个跟宝宝好像哦。对，啊，这是宝宝，好像。哦，真的，我这样一对比的话，发现妈妈跟宝宝长得更像一点。嗯。浓眉大眼的小伙子，今天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啊！那接下来呢？杨文宇小朋友，老爸会不会落水，就全看你的表现了。来，萌宝杨文宇，请准备。好了，杨文宇小朋友已经准备就绪，请听口令 ：3, 2, 1, go！ 好的，爬过来，爬过来，到妈妈这儿来。你是笑得好开心的。杰瑞本来是想让宝宝能够爬下来，爬，遥控赛车，爬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爬，好好爬，你会爬的，宝贝，快点，快点，加油！快爬过来，杨宇，爬过来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小妈妈这样，加油，加油，累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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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真是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，亮亮。好的，杨文宇小朋友，亮亮，顺利的。能不能通过第二关？加油！好的，恭喜杨文宇获得的是800元的电压力宝一台。快快快，快的快的，小黄人呢？我们的小黄人呢？快来快来快来！亮亮加油！下最后一关了，宝贝。好的，恭喜杨文宇为家庭赢得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净水机一台。哎呀，刚才差一点就崩溃了，刚才。宝贝，小心小心，又爬了又爬了。宝宝要爬，宝宝要爬。亮亮差最后两步了。杨文宇，来，最后十秒倒计时，十，加油，九，快快，八，加油加油，恭喜杨文宇挑战成功，终于停止了，老爸可以过来了，这个绝对惊险刺激啊，真是太巧了，哇塞，被吓到了，我们上来就被吓到了，其实啊。我们的杰瑞是好意，因为他走路是犯规的，就是想帮他把他放下来，让他爬过来。但宝贝儿肯定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一只老鼠，吓坏了，吓坏了，突然冲着我就过来了，差一点就坑爹了。老爸什么感想？说一说。
儿子争气，老爸有光嘛。哎呀，儿子争气，老爸有光，开玩笑。老妈呢？发表获奖感言。我比他还累。还累哈，一直在呼唤他。对呀、啊。价值3500元的空调送给我们的杨文宇一家，恭喜你们。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互动节目《加油好 baby》，加油好 baby， 宝贝向前冲！哦，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。大家好，我是黄一斌的爸爸，我叫黄涛。嗯，我是黄一斌的妈妈，叫李娜。李娜，你刚从国外打完球回来吗？名人呢、啊？是的，刚打完球还会唱歌。新歌冠军，我很骄傲。我知道，其实宝宝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和一个人有关系，就是宝宝的爷爷。是吗？我们请妈妈来说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是因为宝宝爷爷特别想我们一家三口来玩这个游戏，然后在生前的时候就一直，就是他爸快回来的时候突然得了病，一个星期就不在了。所以当时本来是我们准备带着爷爷一起来的。哦，你也想爷爷了是不是，宝贝儿？作为儿子吧，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好儿子。作为父亲，我也认为我也不是一个好父亲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是从国外赶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大概在国外等了大概有5-6年。五六年。嗯，但中途也有回来，但是这么长时间嘛，一直没有陪在父母身边。所以说对，可能对我父亲照顾可能不够。宝宝出生的时候回来了吗？没有。宝宝出生的时候没回来。他怀孕5个月的时候我出的国、哦、然后这次等了17个月，所以说宝宝出生的时候我也不在。所以这是一个聚少离多的家庭。对，所以这样的家庭我觉得压力更多的是妈妈，对吗？妈妈要照顾父母，要带孩子。所以你也会觉得对爱人有愧疚吗？这是肯定的。嗯，有什么想要对老婆说的吗？看得出来老婆和你的父亲感情也特别的好。对对对。那接下来你想让爸爸妈妈谁跟你说上一段寄语呢？让爸爸说吧。我来说吧。爸爸说好。安安，爸爸从你一出生一直到周岁都不在你的身边，这让爸爸感觉到自己不是个好爸爸。爸爸希望以后尽可能的多抽出一点时间来陪伴你，所以请你原谅爸爸。宝宝不原谅爸爸也没有关系，今天坑爹嘛，就坑他一回，真是找个机会还也坑爹一回。这么长时间，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小安安的闯关表现，来，安安，请准备。现在，安安小朋友，请听口令 ：3、2、1。Go 啊！加油！海星，加油！妈妈在这里。是啊，妈妈，别坑爹，快点！爸爸喊得好凄凉，别坑爹呀！真的，海星，看到妈妈了吗？妈妈，妈妈，快快快快！哎！好的，宝宝加油！宝宝往回看什么呢？现在他爹是异常激动。黄一心，你戴的是小猫耳朵呀，你还怕老鼠？在这里，黄一心，黄一心，啊，妈妈在这里，妈妈在这里，快！哎呦，妈妈在这里，妈妈，妈妈在这里，快！哦，这爸爸快点！哦，好的，黄一小朋友看到了赛道上的小哑铃，爸爸丢失了，女汉子把它举了起来，是的，加油，加油，真棒！带着小哑铃一起前进。你打算把这个带回家吗？带回家，带回家，快来来来来，宝贝儿、哎、不要看他，你看爸爸，妈妈宝宝在爬，爸爸也在爬。黄心，小闹钟，闹钟，小闹钟，快快快，倒计时了，加油加油，10、9。恭喜这个宝贝的家庭可以获得小贝针，一包到底纸尿裤大礼包一份。
好，掌声有请下一组萌宝家庭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好，这一家人呐，来妈妈介绍一下你们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徐耀杰的爸爸，林场。我是徐耀杰的妈妈徐薇。徐耀杰的小名叫什么？叫东东。有女朋友了吗？问的稍微早了一点啊。带他出去会不会经常有其他大人觉得他特别可爱，想逗逗他？哦，回头率特别高，是吧？对，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感觉呀？很骄傲啊！你们在小区里带着小朋友出来散步的时候，没有其他的妈妈上来要接娃娃亲的吗？有啊，很多很多，真的有吧？真的。现在我跟你讲，尤其是年轻的父母，就是特别爱给小朋友递娃娃亲，当然了，这只是开玩笑的，说了也不算。长大以后还要看小朋友的个人意愿，但是感觉父母们干这个事情乐此不疲啊！这么帅的小伙子稀缺资源呢。我们已经相过亲了，我就相过亲了。相亲的对象是干什么的呀？只见过一次面。啊，以后慢慢相处是吧？对了。哎，这么帅气的宝宝带出去走到街上，会不会经常被别人索吻？我觉得有老想亲亲他。索抱啊，有有索吻索抱都有。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？对，我们会征求他的意见，一般他不允许。真的？对，很有个性，还挺矜持的，很有个性。我来索一个看一看啊，这么可爱。啊，试一下，宝贝，亲一个啊。亲一个，东东亲一个，好有个性，因为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，相过一次亲，对，已经相过亲了。现在完全不踩我，你是个专一的好孩子呀。觉得他会坑爹吗？在赛道上？100%。100%啊！就是男孩调皮嘛，看到玩具什么的忍不住玩一玩。因为他好奇心很重。哦，那行吧，那在他即将坑爹之前，我们还是请爸爸或者妈妈说一段对他的寄语，好不好？好。东东呢是冬天出生的一个阳光小子，他一出生呢就会乐呵呵的笑，所以带给我们全家呢很多的惊喜和欢乐。借安徽卫视这样一个平台啊，我们爸爸妈妈要祝呢东东永远的这么开心，永远呢这么勇往直前，然后爸爸妈妈呢会努力的为你打造一片蔚蓝的天空，让你自由的翱翔。祝宝贝成长快乐，谢谢。说得真好，妈妈说第一句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来找儿媳妇呢。我们东东啊，出生在你们地方，是一个冬天出生的阳光小少年。是的，相信宝宝以后的人生一定会非常的幸福，有这么好的爸妈。好了，接下来东东，请准备。东东的爸爸呢，现在在惩罚台站好了。东东的妈妈呢，在终点等待着宝贝。是的，这个在小区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大帅哥，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请听口令 ：3、2、1，Go！ 东东，东东，加油！东东，东东，好帅呀！掉光线了，我越来越越狱啊！这是越狱啊！这是要越狱啊！这是第一个把赛道拆掉的小选手。站呢？哎呀，不能站呀，东东！爸爸，妹妹，趴下来，趴下来。东东这一路飞奔，东东一路没爬呀，东东就想留下。趴下来，趴下来爬，趴下来。东东，因为你一直在走，所以我没有给你倒计时了。东东，十，加油！这么快，加油！八，加七，六，加油！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。老爸落水啦！来到了第四关，但是鉴于我们的比赛规则，东东是走过来的，所以呢，东东只能获得小背针一包到底纸尿裤大礼包一份啦。好，掌声有请下一组萌宝家庭，欢迎。哎呦，欢迎欢迎。哎呦呦，看到这三个人的打扮啊，一个比一个哎呦的更厉害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琴，我是郭倩彤的妈妈。这是我的宝宝郭倩彤。我是郭倩彤的爸爸，我叫郭庆云。请问阿伟是怎么把宝宝生得如此结实强壮的？我就一直在观察爸爸抱着他会不会特别的累啊。跟从生下来说，这种生下来的时候，生下来8斤半。哦哟，也是个胖宝宝，真是个小女汉子。现在30斤了。30斤多大？我问了。11.5月。他会不会算超重啊？现在在他同龄人当中是超重一点点。说完了宝宝这么健康，其实爸爸妈妈有很甜蜜、很浪漫，而且又有一点点艰辛的爱情故事，是不是？对。当时我追他的时候呢，唱过一首歌。对，我唱不是很好听啊，然后他感觉比较那个嘛，比较好。那他唱过什么呀？突然的自我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
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，晴雨难测，道路是找不多。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，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，那就不要留，时光一过不再有。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静静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你温柔。我能问一下爸爸，你这首歌是在哪儿唱给老婆听的吗？在学校。因为他爸爸一直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嘛，啊，当时是很多朋友在一起他唱的，哦，当时他说是献给我的女朋友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啊，对，爸爸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。那接下来小萌宝，请准备。刚才爸爸妈妈跟我们说，说因为宝宝太结实了，所以在街上走的时候呢，都是你抱一百米，我抱一百米。但不知道这么结实的宝宝在赛道上到底能不能爬得动呢？是的，今天可没有爸爸妈妈抱啊，今天要自己爬啊，宝贝儿，请听口令 ，3, 2, 1, go！ 加油！等等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等等，快来，快来，这小胳膊小腿哦，那个腿粗的呀。宝宝，你倒是爬呀！就懒得爬，你看。宝宝，你要克服自己的体重啊！你要加油啊！啊！让爸爸妈妈来抱，哎，好啊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来了，加油，不容易吧？啊！你看那个小腿啊！快来！咱们速度虽然不快，但是咱们重心稳了，特别稳啊！你爬是第一啊！对。挺利索的动作，有一种在跳芭蕾舞的感觉呢，十分的轻巧啊！你骗谁呢？妈妈这来，快来！哦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到妈妈这来。咦，宝宝是不是爬的时候也得休息一会儿，睡一觉是吗？来，快到妈妈这来。那我们的小宝贝儿已经爬过了第一关，快来！但是毕竟没有停下脚步啊！哦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哦，快来！哎呀，哦，快来！好好大！哦，到妈妈这来。大家要知道，现在30斤了，这个现在已经有起来多辛苦啊！大家看看这小腿儿，这小腿跟藕断似的，哎呀，这个腿围相当惊人呐！好，来到最后一关啦！加油，宝贝！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实在是不愿意爬了，人家累坏了。宝宝一家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净水机一台。接下来这组萌宝家庭呢，这个萌宝非常的瘦，来有请。这应该又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啦！啊，小姑娘，爸爸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的爸爸，我叫胡振辉，这是小雨的妈妈胡珊珊。哎呀，心情不错呀。哎，小雨挺有钱的，你看。对，戴个金镯子就上来了。你比阿姨有钱多了，你戴的都是银的。来，妈妈来介绍一下你们俩怎么认识的。哦，我们俩就是说，吃过饭娱乐嘛，然后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国粹，然后麻将。打麻将认识的。对，然后他朋友我朋友嘛，然后在一块打麻将，然后他还赢了我80块钱，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。到现在还没还呢？没还。就欠这80一直没还。对，没还。不仅没有还钱，还把你给骗回家了。对，还生了个宝宝。对。那你太不划来了呀！你这很划算呐。我当时的心思不在麻将上面。那你那80块钱你得还呢。还不还都是一回事了，现在。哎呀，现在这钱还不还无所谓。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你的。爸爸今天对宝宝闯关有信心吗？觉得他会坑爹还是会拿空调？信心是有，但是
看表现吧。你的口号是？我们的口号是小雨春关，老爸落水。哎呦，好吧，那我们来看看小雨春关到底爸爸落不落水呢？小雨，请准备。那15个月大的小雨呢，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。那我们看到他的爸爸已经在惩罚台站好，妈妈已经在终点等待着宝宝。宝宝表现会如何呢？小雨，请听口令 ，3, 2, 1, go！ 小雨，加油，上这里来，快来！小雨，你看你的酸奶，快来！又是一个爱喝酸奶的宝贝儿，小雨，像个比较成熟的宝宝了呀。是的，完了，你不要站起来，千万不要站起来。看到什么了，宝贝儿？快快快来！哦，小雨开始表现他的表情天赋，做了很多非常可爱的表情。爬过来，爬过来，爬！果然是一个表情。小雨，这个表情好可爱。爬过来，爬过来，姿势也好。对，要爬过来。宝贝儿是爬过来，你怎么扭过来的？你这是？爬过来，快点！你是在扭秧歌吗？不错，我觉得这个姿势很好，很特别，非常的优雅。快点，加油！很淑女，需要加分的姿势。真棒！好嘞，很快来到了第二关。不可以要啊！好的，来到我们的玩具诱惑区。快来，快来！妈妈说了，别人家的东西不可以要。小雨，看妈妈这有什么？看看就走了。这个盒好不好？小雨，快到妈妈这里来，快！加油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快来，我们找爷爷好不好？快来！我在想，如果这个时候杰瑞再动一动，小雨不得啊！吓坏了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快来快来！没关系，快点过来，不怕不怕，没关系的，加油！快来，妈妈给你酸奶。对，好，小雨冲刺了，打开。好的，冲刺了，冲刺了。好，冲过去，压着过去。好的，走开的机会好棒，真聪明，真棒。快快快，加油！乖宝贝，乖宝贝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快。好嘞好嘞，没关系的意思，没有的。这个样子，这什么呀？这怪样子。好嘞，看妈妈这个，给你这个好不好？小鼻涕，这不要。加油，给这个好不好？这个鼻涕口水哦。要不要？加油，很快到终点了。小雨，加油！妈妈现在可以过来，加油，快来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耶！恭喜，亲哥，亲哥，亲哥，甜蜜的吻，亲一下阿姨吧，亲一下阿姨，你完全不宰我。我跟你讲，人家现在耗费了特别多的体力，回去给小雨弄点好吃的啊。对，好好的鼓励一下他。是，恭喜小雨一家，3500元的空调一台送给你们。加油队的精彩表现。好的，欢迎回来，你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， 加油好 baby， 宝贝向前冲。欢迎欢迎欢迎你们。这家毫无疑问应该是个小帅哥啊。对，老爸老爸，你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我懂吧，送我们的礼物是吧，新年礼物。老爸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这样的，我是一名法官。哦，您是法官。哎呦，我儿子呢比较喜欢警车，喜欢警车。我的理解，因为我们介绍我们政法系统就是公检法，所以他是排在第一位的。哦哟，就这个意思，家庭地位比较高。对，在家里排第一位的。对，是不是？而且永远是第一位的，永远是第一位。先分别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是卢凯鹏的妈妈，我叫庞静，我是一名检察官。宝贝儿，这个名字好像起的这个字还蛮复杂的，叫卢凯鹏。凯呢是好铁的意思，鹏呢是茂盛的草的意思。我们对他的期望呢，就是希望他有钢铁一般坚毅的品格，有像小草一样旺盛的生命力。正所谓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就是这样。看，是为了父母给孩子起个名字，太花心思了。就是啊，你看哪？你看我的名字，也很有含义嘛。希望每一个看到我的人都快乐，快乐，对，双倍的快乐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宝贝儿今天要完成一个任务，就是拯救自己的帅气老爸啊！老爸是法官，掉水里好难看呐，对不对？所以宝贝儿加油了，来，我们的卢凯彤，请准备。老爸站在我们的惩罚区，老妈已在终点就位。卢凯彤小朋友，请听口令 ：3, 2, 1, go！ 鹏鹏，鹏鹏呀，宝宝这个要开始走了哈，在这里。宝贝儿一直想尝试着站起来走、啊。鹏鹏，鹏鹏，鹏鹏，快来，宝宝，宝宝。宝贝儿成功的站了起来，但是我要说，这个是犯规的，宝宝是犯规的。宝贝儿，来，我们倒数10秒钟，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1, 1。
帅气的法官老爸就这样落水了啊！坑爹的速度相当之快。好的，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，萌宝周子晨一家，有请。有请。你们好。一家四口人，来这边请。来，欢迎你们。这个小宝宝还有个大宝宝呢。这个是超人一家啊。我是周子晨妈妈，我叫赵红梅。啊，你叫红梅，这位呢？我是周子晨的哥哥，我叫周子祥。周子祥。周子祥。我是周子晨的爸爸，我叫周少华。是，所以你就是周子晨小朋友，对不对？你是小超人，对不对？想问问哥哥，你喜欢弟弟吗？喜欢。喜欢。啊、真的？你说真心话。说真心话，真喜欢。喜欢。真喜欢。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弟弟长得可爱。可爱，因为可爱，开玩笑啊，就是血脉相连。而且我听说哥哥有一个很宏伟的梦想，就是将来我去过的地方啊，你看这个是方特，芜湖方特，骑马这在哪里？黄山的华山迷窟。哇，这个是有了弟弟之后每年的愿望。哥哥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说他去过的地方啊，将来想带弟弟也去一次。这个任务要你自己完成，然后你自己花钱，然后你先挣钱。没问题吧？好吧，现在就跟他谈挣钱啊，不带啃老族的是吧？你想完成这个梦想，就要自己挣钱带弟弟去。接下来呢，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可爱的弟弟，看你能不能帮助父母完成你的第一个心愿，价值3500块的空调。来，我们的萌宝，请准备。老爸现在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台，老妈和哥哥站在终点就位。来，萌宝，请听口令 ，3, 2, 1 ，Go！ 宝宝嘞，宝宝看妈妈，宝宝要看妈妈。这是幸福的超人一家四口啊！我们来看看小超人能不能拯救老超人。周子晨，周子晨，你看妈妈喝了。周子晨，快加油，快来！小宝，快来，来好吗？宝宝，好的。这个时候，周子晨又看到了非常多的新鲜的玩具。周子晨，完全无视妈妈和哥哥的呐喊。周子晨，你看，你看，哥哥喝奶了，哥哥喝了，哎呦，哥哥喝了，哎呦，快来，快来，快给你喝。好的，这个时候周子晨又发现了会动的杰瑞啊！加油，周子晨，加油，周子晨，加油！哎，周子晨在跟杰瑞打招呼哈。周子晨，哎呀，哎，笑得很开心。是的，明显周子晨还是比较喜欢杰瑞。小宝雷，快来，进来了。周子晨，跟大家招招手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加油，加油，快点！周子晨，抓紧时间。时间很有限，快快快！快来加油，周子晨！快来，快来！哎，有回应。OK。啊，开心开心，好的好的。啊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拿空调加个朋友也可以嘛？没错。来，时间非常的有限。来，我们准备给周子晨倒计时：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1, 1。小超人未能拯救老超人，但是呢，和杰瑞却成为了好朋友。好的，我们第二个表现明显没有第一组那么给力了，对不对？但接下来这小朋友呢很厉害，因为他来自土家族。来，有请我们的田离子小朋友一家，有请。有请。欢迎。好小只哦！天哪，好可爱，受不了，对，太萌了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甜甜甜甜甜甜甜的甜李子一家，甜李子啊。为什么叫甜梨子？爸爸姓田，妈妈姓李，然后宝宝是我们爱情的结晶，所以叫甜梨子。他们的孩子叫甜梨子。甜梨子，你好。宝宝好小，多少个月啊？八个月。哦，真的。刚刚八个月。刚刚够我们的参赛标准。对。你们都是来自土家族是吗？爸爸是。我是土家族。土家族。土家族跟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在习俗啊或者生活上不一样的地方啊？爸爸，给我介绍一下。其实土家族那个。在他100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开婚的一个仪式。开婚？什么叫开婚呢？就是我们会挑选，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戚里面，他平时不挑食，然后为人比较忠实憨厚的，去给他挑一根猪尾巴，让他尝一尝。就有照片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是猪尾巴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个呢也是希望宝宝开婚之后能够健康幸福的成长。
哦，就是在这个之前是不吃荤的东西，然后从今天开始可以吃荤的了，对，可以吃肉了。别人希望宝宝以后不要挑食，对不对？对，摄取各种健康啊。嗯，那宝宝爬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到目前为止，第二组还没有任何人有斩获，好不好？我们希望来自土家族的宝贝儿可以为我们赢得第一台空调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田离子小朋友，请准备。好的，田离子小朋友，请听口令 ，3, 2, 1, go！ 宝宝，妈妈在这儿。田离子，田离子，妈妈在这儿。只有八个月的小萌宝啊，在妈妈这儿来。能不能顺利的完成比赛呢？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。哎，这儿呢，宝贝。宝贝，这个不是。先来一个翻身术。宝宝在这儿呢，妈妈在这儿呢，快来！我说这是武术，加油，爆点！加油，田里子，来，加油，宝贝，妈妈在这儿呢，宝宝，加油，宝宝，小宝贝，来到妈妈这儿来，宝宝，不害怕，妈妈在这儿呢，乖乖。确实年龄比较小，妈妈在这儿，有点害怕陌生的环境。妈妈在这儿，来到妈妈这儿来。乖乖，到妈妈这儿来，来，嗯，宝宝来，到妈妈这儿来，不害怕啊，来，宝宝加油，嗯，不害怕，不害怕啊啊，加油，到妈妈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，妈妈在这儿呢，加油，加油，到达第几关？加油，好的，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，加油，加油，宝贝是爬到杰瑞那边去了，是的，不会一会儿爬到杰瑞身上去了吧？一会儿直接爬到杰瑞头上啊。宝宝可能是年龄比较小，确实比较害怕陌生的环境啊。时间非常有限。宝宝，妈妈在这儿呢，加油，加油！好的，时间非常有限，十秒倒计时马上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老爸选择了背朝鲨鱼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。好的，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，萌宝尹正一家，有请。有请。哇，非常熟悉的《灌篮高手》的音乐。对。来，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尹正的妈妈，我叫张雪琴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尹正的爸爸，我叫尹秋瑾。平时宝宝谁带的多一点？是您还是老婆还是家里人？他奶奶带的比较多。哦，奶奶带的多一点。从他出生到现在都是他奶奶带的。哦，多少个月了？十五个月了。十五个月。来，我们把奶奶还有那个是爷爷是吧？一起请过来吧。来，上来。好，那个。呀呀，爷爷奶奶一来，宝贝开心了。我们说 ，Hello， 你们好啊。对。是小孙子好带一点，还是儿子那时候好带一点？儿子好带，儿子好带。哦，小孙子闹人吗？对，闹人啊。太会了。哎，您不觉得很累吗？儿子拉扯大了，现在有孙子了，还要带孙子，多辛苦啊！高兴，高兴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们家的累病快乐着。对，希望这一组最后一个出场的小朋友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，好吗？来，我们的萌宝，请准备。好的，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，老爸已站在了惩罚区，老妈已在终点就位。萌宝，请听口令 ，3, 2, 1, go！ 来来，妈妈来，快来，妈妈再来，快来，哎呀，这又是一个犯规的表现呢，超过五秒钟，我们要倒数了。豆豆来呀来呀，快！趴下，豆豆。这样是犯规的，宝贝。豆豆来趴下，豆豆他妈妈。豆豆来快，快呀！豆豆来呀！来呀来呀，豆豆，不要跟鸟叔玩了，我们的时间很有限的。好，来，最后十秒倒计时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非常遗憾，非常遗憾，非常遗憾，萌宝挑战失败，全军覆没，好像跟上一组差别很大哦。对，怎么回事呢？我说不定那边也表现不怎么样，是吧？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妹妹队的表现吧。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互动节目，加油好 baby， 加油好 baby， 宝贝儿向前冲！哎呀，哇哦，帅哥美女搭，带一个小公主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。大家好，我
我是李子玉的妈妈，我叫黄月，宝宝的小名叫囧囧，这位是囧囧爸爸，叫林永长。囧爹，囧囧，这干嘛小名？是哪个囧啊？一个方块那个囧，看这个脸。他那个名帽很有喜感，所以我们叫囧宝。平时谁带的多？对，我们两个是那个双独家庭啊，所以说四个老人抢着带。就谁能带上已经挺好的。对对对，我们因为上班工作比较忙。那说到工作比较忙，其实爸爸的工作更特别更忙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爸爸是我是一名法医。法医，所以会不会经常会面临到比如宝宝还小的时候，你夜里啊突然接到一个什么情况就要出去工作？有时候会吧，但是很不舍。然后所以父母这方面，包括他的父母都比较辛苦。这一点呢，就是说也表示对他们表示一种感谢。听到法医这个职业，我突然是又敬又有点怕。法医就是懂法的一个医生。以前爸爸是做医生的，然后后来转行做法医的。然后就是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因为我对那个这个职业也充满一种兴趣。因为一直是寻找一种真相，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好刺激啊，有点刺激。所以我跟宝宝想说的就是说，以后无论你做什么，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。好，接下来小母宝请准备。小母宝囧囧现在已经准备就绪，那囧囧的爸爸呢，现在已经在惩罚台站好，妈妈在终点等待着宝贝。是的，小囧囧接下来看你的了。 3, 2, 1, go。 爸爸这里来哦，囧囧哭起来了。到妈妈这里。囧囧对这个环境有点陌生。到妈妈这里来。囧囧今天的发型像是刚睡醒的，有一点凌乱的感觉。对，这一头乱发呀。到妈妈这里来。囧囧看到了 Jerry， 加上凌乱的心情。Jerry 尝试跟囧囧打了打招呼。囧囧有些害怕。囧囧这个时候的表情真的有一点像囧。大嘴猴。囧囧这个发型配上这个小表情，宝宝加油，特别的可爱。加油，李子玉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吧！李子玉来了，李子玉是最厉害的宝宝，快点过来，大嘴猴在这里，开心了，开心了，看到妈妈了，快点加油！爬着爬着，囧囧的心情突然变得很好，男孩 baby 队会不会旗开得胜呢？加油，加油，囧囧能不能成功到达终点呢？觉得差不多有戏了，加油！爸爸现在已经可以过来了，爸爸过来等着，快过来！宝宝最厉害了，爸爸可以跟妈妈一起来迎接宝贝了。加油！好的，哇！欢迎囧囧来到加油好 baby 的终点，恭喜！现在我们一点都不囧了，现在是开心啊！想没想到他爬得这么顺利啊？完全没有想到。那也恭喜囧囧一家可以获得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。好，旗开得胜，希望后面的小萌宝能够继续加油。对呀，来，掌声有请下一组萌宝家庭，欢迎你们。欢迎欢迎。这写的是 Run to you， 还带着一匹马来了。好像你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郑庭月的爸爸，我叫江平。是位帅哥，美女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庭月的妈妈，我叫张丽。宝宝呢？小庭月。宝宝叫郑庭月，他的小名叫如意，现在是13个月了。叫如意。如意。为什么会叫这么个名字？小名是他奶奶取的。就是吉祥如意的一生嘛。平时是奶奶带他带的多吗？是的。是的。那所以应该奶奶也会比较辛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我想对我的婆婆说，妈。如意3个月的时候就是您带了，我想对您说，您辛苦了，谢谢。然后您的生日快到了，提前祝您生日快乐。好好的儿媳妇儿，她在说这段话的时候特别的真诚，而且我看到她眼中有泪花。你是不是跟婆婆的感情特别好？其实我觉得吧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一样的，你对她好，她就会对你好。因为我婆婆嘛，她没有女儿，所以她待我像女儿一样，所以我也待她像妈妈一样。对，一样一样的。今天宝宝一会儿要出发了，你们有什么寄语要送给宝宝吗？如意，不管你以后的路怎样，我们愿意和你一起分享快乐。爸爸妈妈永远爱你，希望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的长大。好，谢谢。说得好，爸爸妈妈是他坚强的后盾。不知道今天小宝贝是不是你们家的幸运小福星，能不能得奖呢？来，小萌宝，请准备。
小如意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意爸现在是在惩罚台站好了，如意妈在终点等着他。不知道今天如意的表现会不会让所有人如意呢？如意，一定要让大家都如意啊！哎、请听口令 ，3, 2, 1 ，Go！ 加油，小如意，加油！起步了，快点加油，如意妈妈在这里，怎么样的？快点给姐姐使劲，埋头苦爬呀！快点加油，如意。好，爬上了我们的电视机。是如意。不错不错，今天电视终于有点生意了。加油！有小朋友看电视站起来了。加油，如意。有收视率了。如意。如意，加油！来这边，看这里，妈妈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个往前一个趔趄。如意啊，不能走啊，不能走啊！如意，犯规了，如意，快快趴下，快趴下！如意，小如意，趴下！小如意，十三个月的宝宝明显还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。他要走过来的话，那就要趴倒。如意，看来我们的如意完全没有要趴下的意思。如意，我必须再次提醒你，虽然你听不太懂，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。你再这样走下去，我们就要倒计时了。趴在这里，如意。好的，倒计时开始，十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哎呀，爸爸落水啦！就在爸爸落水的瞬间，如意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但是没关系，妈妈别遗憾，她根本就不想爬。你看，恭喜小如意坑爹成功！来，掌声有请下一组萌宝家庭。就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好，爸爸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庭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泽天的爸爸，我叫王小龙。嗯，这位是王泽天的妈妈，叫东思思。嗯，宝宝呢？宝宝叫王卓森。哦，小名叫浩浩。那他平时在家都有什么休闲爱好啊？在家就主要喜欢做家务。做家务啊！一岁的宝宝做家务啊！不相信，你们俩是有多懒啊？你们俩，他能做什么家务啊？他喜欢把自己用过的尿不湿丢到垃圾桶里，就这个习惯养成以后，凡是家里面地上有的杂物，他会自觉的，然后去捡那个杂物丢到垃圾桶里。哦，喜欢捡垃圾扔垃圾桶里。对对，我们祝愿宝宝今天能够闯关成功。接下来，小萌宝，请准备。爱做家务的小浩浩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浩浩的爸爸呢在惩罚台站好了，妈妈呢在终点等待着浩浩。哎呀，今天赛道上有很多东西等你去收拾呢，浩浩，听好口令 3, 2, 1 ，Go！ 好了，浩浩，浩浩，这边这边，先看一看，然后就要开始打扫了。哎呀，重要！浩浩的第二关，打扫的东西特别多。葡萄，葡萄，葡萄，浩浩，浩浩。葡萄，葡萄！妈妈今天为了迎接浩浩，把家里的冰箱搬空了。浩浩，妈妈这边有好吃的葡萄，跟着妈妈走。快，对，我们俩可以把这堆好吃的都吃了。快快快！我觉得今天赛道上少放一样东西。什么？少放了我们的小贝珍一薄到底的纸尿裤。来，我放在那。浩浩，你说你少放了一个扫把呢？浩浩拿了那纸尿裤，一定会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去。妈妈手里面的是好东西，那不能拿，那不能拿，过来过来。对浩浩来说，浩浩。这个新奇的世界才是他需要去探索的。是的，好说这葡萄算什么？在家里我就见过，我也吃过。浩浩，葡萄这些玩具我都没玩过。浩浩，浩浩，王东升，浩浩，王东升，怎么了？浩浩，浩浩现在已经完全听不见爸爸妈妈的声音了。浩浩，快快，葡萄，葡萄，好的，听见了。快快，回归到赛道上啦！回到了正轨。来，王东升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浩浩，葡萄，葡萄。浩浩看到我们的摄像师，哦，看到了爸爸。浩浩，等妈妈来，妈妈赶紧找爸爸，快！那边你基本上是爬不过去的，浩浩。天哪，浩浩好像对爸爸比较感兴趣。浩浩要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的去找爸爸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浩浩，在妈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，浩浩决定放弃爬行，往后倒退。朝后看，这怎么办呢？3500元的空调啊！浩浩现在完全没有概念呢。这边有饼干，好的，一小步是全家的一大步。这边有饼干，找不到爸爸，你也不能连妈妈都不要吧？爸爸就是你，倒计时了，快快
做你也能服。